好，又到咗咧我哋观自在嘅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咧都系请嚟啦我哋佛光山中港澳嘅总主持满年法师喺度噶，满年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欢喜又见到你，系好开心我都，因为真系好开心啊，好难得嘅机会啦，可以你喺度帮我哋解决一啲喺我哋现世间咧可以见到嘅一啲困难，同埋一啲嘅思想啊吓。咁之前咧有讲过系康城影展啦，有讲过威尼斯影展啦，咁而另外一个娱乐界嘅城市我都成日去嘅咧，就系奥斯卡。奥斯卡其实每年一次啦，亦都系美国方面咧商业电影嘅一个城市，一个聚会嚟嘅。咁喺嗰度咧，当然亦都会见到阿李安导演。佢一个好嘅人，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更加一个飞升国际嘅一个导演啦。咁但系咧，我好难得嘅就系觉得佢系一个好谦虚嘅人嚟噶。所以我覺得其實他的成功是絕對有他的理由，因為我很記得有一次其實他應該是段背山的時候就去到這個奧斯卡的紅地氈，你知道那個時間非常緊迫，而且他當日也有少少遲到的，所以大家都是趕緊他入場的時候，在紅地氈上面當然要訪問他，但是他身邊的 PR 呢公關呢就是這樣扯他入場的了，因為遲到，但是即他見到我也都即好人的樣子，就停低了在這裡給我做了個訪問，當然我們都交到差的之餘呢，他也都是我都感受到他對人的那種真誠咯，所以其實滿年法師你同不同意李安導演因為對人那麼好，所以也都某程度上是幫到他的事業的發展是那麼順利咯，我覺得你認同這一點？我同意的，其實我相信一個人的處事的態度会影响到佢未来个方向的。有啲人就会去中意用一啲偷工嘅方式去面对我哋嘅工作啦。但系有啲人佢唔同嘅，佢可能系做紧一个好细微嘅事，佢都系好认真嘅。一件事我哋系处理嘅手法嘅时候，会有唔同嘅结果。照你咁样讲，李安先生。佢係願意喺降低佢自己，其實佢我相信到谷近時已經係好高嘅呢種名人噶啦。佢對唔管係大細嘅人，佢都係用一個真誠嘅心去處理。我相信呢個係佢成功嘅其中一個原因咯。係啊，因為我覺得真係其實對於佢嚟講，可能佢停低兩分鐘同我做個訪問，係真係好小事咯。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印象。咁所以我記得一句説話就係，真係不要因善小而不為啊嘛。即係唔好因為嗰件善事係太細而你就忽略咗唔去做。即係可能你係一個舉手之勞，但係對於人哋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幫忙咯。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好，佢給我歡喜咧，都給我信心。我覺得因為我做嘢以嚟。亦都佢係影響我幾大啫，我就覺得即係對人其實真係要真誠，你唔好話唔好慳咗一個笑容咯，一個笑容其實可能對於一個人嚟講已經係一個好開心，亦都令佢喺一日唔開心嘅工作當中係一個明燈咯，我覺得。其實我你講呢個我就諗起呢個。过去有个鸟窝禅师，佢系嗰个鸟窝上面去呢个修行。鸟窝即系一个鸟巢嘅，系啦系啦，佢喺树上面。系啦，咁佢好有名嘅，但系有一次白居易，佢白居易系佢就你咁有名，你嘅佛法系咩啦？佢就去问佢，咁咩系佛法嘅大意？佢就同佢讲，我讲咗之后。你唔一定係明嘅，咁佢嘅意思就覺得你係咪小睇我啊？我係一個文學家喎、啊，佢就講你同我講啦，我可能可以明嘅，於是佢就講佛法嘅大意就係呢個諸惡莫作，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眾善奉行，係啦，自淨。其一是諸佛教啊，咁呢個係佛法入邊嘅最應該去做嘅。咁佢拜諸語聽完之後，佢就諗呢個三歲嘅小朋友都識嘅喎，邊個係需要你？唔使你講啦，邊需要你講咧？邊個都知嘅啦。咁佢就同講呢個三歲嘅小朋友都識，但係八十歲嘅老翁係做唔到嘅。意思就係我哋係經常去。忽略咗一啲未曬嘅好嘅地方去做，但係有啲時候我哋做惡嘅時候，又唔知道原來呢個惡慢慢累積嘅時候，會變一個唔好嘅習慣嘅喎。咁所以我相信假設我哋包括係對人，我哋對人嘅態度，我相信喺未來我哋嘅人生嘅過程入邊會有唔同。
同的缘的结果的、尤其佛教入边讲啊，广结善缘啊，呢、个所有的广结善缘其实是帮助自己的，不是帮助人的。好像有啲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做一件事好像帮紧人、好像自己好成大、有阵时其实、你可以反思一下，去看下，其实你做紧呢件事的时候，背后受益的。未来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假设我们可以、用一个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件、我面对的事，那、一定是未来的人生里面会 是很 happy 的、我都觉得因为其实呢、我们可能、平时平常人啦，会觉得学佛是很高深的一样嘢，啊都做不到噶啦，即系好难嘅，我唔会做啦，即系唔好啦，即系太深啦，我都听唔明噶啦咁样。但其实我觉得就系应该唔系讲到咁深奥，其实佛教就系好生活化，好人好人性化，就系由自己做起啫嘛。可能就系由一个友善嘅笑容开始，可能就系由一个举手之劳帮人哋开始，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唔系话讲到咁深奥嘅。我觉得有啲人可能误解咗，就觉得哇好似好惊，就唔去接触啦。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日常生活要做的事，就决定欢喜吸引信心，我就觉得、其实就不是太难、其实我们都经常去讲佛法好像是离我们很远、好像、这个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啦、普贤菩萨和地藏王菩萨、这个四大菩萨所讲的叫做、悲智远行，悲智远行、这个四个方面听落去好像很难、但实质、我同你讲啦，大师的、吸引信心啦，吸引欢喜啦，吸引希望啦，吸引方便啦，这个四大的顺条其实就是行间四大菩萨的精神的啦、所以印度佛教所讲的道理、就是将这个佛法里面比较深奥的部分，将佢比较用比较简单嘅方式去表达出来，佢唔系离开我哋嘅，其实系佢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嘅。咁所以啱啱你讲嘅欢喜啦、信心啦、希望啦，假设我哋可以吸引呢一啲类似嘅内容，其实我哋就系行紧四大菩萨嘅精神噶啦、其实系好唔容易嘅感觉，但系其实佢就喺我哋嘅身边。是离我们很远的，不是离我们很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心目当中，在我工作当中其实都遇到很多的人帮过我，就好像李安导演那样，我也都真的很 thankful 和一个很感恩的心，也都觉得即是大家其实不要说什么宗教，其实最重要就是做一个好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帮到人，自己开心的时候人家又开心，可以做的话就何乐而不为，所以假设你可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可以用这种心理去面对每一天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能量，同埋有足够的好处可以帮到人的，不一定要好尊崇的东西才得的，可能就好啱啱你讲的一个微笑，人家看到之后开心，就解决他的烦恼的了。是啊，所以其实真的学佛就不是说那么难咯、其实也都不要说那么深奥咯，其实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同埋最重要就是做一个好人，我觉得是啦、这个观点好好多谢我莲法师今天 Thank you， 阿弥陀佛。